我现在在奇莱间这边，奇莱间附近，还没到黑水潭上屋。这个背包晃一晃啊，它的拉链其实会慢慢的松开。如果没有绑好的话，它其实是让东西里面会掉出来，背在后面会不知道，所以这个要注意。这个像我的话，我就是用那个什么钩环，那个 O 型环，然后把那个背包的那个拉链啊，把它串起来，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被晃开了。因为你的背包其实很里面塞得很满，那晃一晃的东西，其实你的那个拉链就是会被晃开。其实这样子其实很危险，因为东西掉了。虽然我的那个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，这个背包里面，但是食物如果通通都掉了啊，面包啊那些，那就这个行程也就会 fail， 所以不行。